日前，某美琪最新杂志大片曝光，以黑白为主色调，加上飞雪的布景，冷艳神秘，时尚表现力太出众了，似真似假。寒冬飞雪却眼神惊异，虽然现在还没有真正感受到秋天，但孟美岐这套冬日飞雪大片倒是很有冬天的美艳感。这组幻境大片把复古和情味融合得恰到好处，身穿黑色网纱裙，层层的设计加上波顶的薄纱，让整个人极其的吸睛亮眼。采用了半透视的设计，隐隐约约露出迷人的香肩，仙气中又多了份妩媚气息，整个人都是黑色的孟美岐，搭配上她的橘色的妆容以及细长的眼线，十分的高级时尚。身穿璀璨星空长裙搭配白色短靴，大气又时尚。裙子的挖空设计很潮，裙摆上还拼接了绿色的布料，非常有层次感。挂脖式的裙装秀出香肩和肩颈部曲线，一身银白色羽毛裙更显得时尚又具设计感，加上飞舞的雪花，仙气飘飘。喜欢就订阅呗。